老爷爷发现了巨大的胡萝卜。老爷爷就去拔萝卜。萝卜还是一动也不动，一位老爷爷就去叫老奶奶来帮忙。他们就开始拔萝卜。萝卜还是一动也不动，一位老婆婆就去找乳牛来帮忙。他们就开始拔萝卜。萝卜还是一动也不动，一只乳牛摇摇尾巴，就去找五只蝴蝶来帮忙。他们开始拔萝卜。萝卜还是一动也不动，一只蝴蝶就去找瓢虫来帮忙。他们就开始拔萝卜。萝卜还是一动也不动，一只瓢虫就去找绵羊来帮忙。绵羊爬进来了。绵羊，对，绵羊。他们就开始拔萝卜。萝卜还是一动也不动，一只绵羊就去找毛毛虫来帮忙。开始拔萝卜。萝卜就拔起来了。